指南针你会用吗？哈、啊，上期我们介绍了地磁场形成的这个可能的原因啊，于是有小伙伴就问了，说地磁场的南北极和我们地理的南北极啊，就是南极和北极是一回事吗？答案是不一样啊，而且是很不一样。这个地理的南北极啊，它是怎么来的呢？呃，是根据地球自转来规定的。 因为我们地球是存在这个自转的啊，然后这个自转呢，它有一个自转轴，然后呢，我们规定啊，说上北下南啊，也就是说这个自转轴上边的那个点啊，就是地理的北极，自转轴下边这个点呢，就是地理的南极啊。那你要是问说这如何规定的上和下呀？这也就是就是人为规定啊，这实际上没有上下啊。而地磁场的南北极呢，是根据地磁场的磁性规定的。 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说，我们拿一个小磁针啊，就是指南针啊。那我们都知道，说指南针呢、啊，它这个北极所指的方向呢，就是北啊。但是指南针的原理，它是通过磁场啊，对吧？你看，这就容易给人们一种啊，说这个地磁的南北极啊和地理的南北极是一回事儿的这个错觉啊。呃，其实指南针指的啊不是自转轴的这个南北极，而是什么呢？而是这个地磁的南北极。 也就是说，指南针的北极指的是地磁北极啊，那指南针的南极呢，指的就是地磁南极啊。那我们如何确定这个地磁南北极呢？你比如说啊，说我们环绕地球啊，我放一圈这个小磁针，那这一圈小磁针啊，共同指向的那个中心点就叫做地磁北极，那另一边呢，就叫地磁南极。那为什么说这个指南针啊，指的不是南北呢？ 因为地理南北极和地磁南北极啊，它不是一个地方啊，就是它有偏差啊。你比如说，我们举个极端的例子，假如说啊，有一个人他站在这个北极点，地理北极点啊，然后呢，他手里拿了一个这个小磁针啊，那这个小磁针的北极应该指哪儿呢？哎，会指到他的脚下吗？不是的啊，而是指向地磁北极啊，这就是指南针并不能够指南的原因。那我们如何让这个指南针啊，它可以指南呢？ 啊，修正一下就好了嘛，对吧？你比如说啊，说我站在某个位置，是吧？然后呢，这个地磁北极啊，在这个方位，地理北极呢，也就是这个真正的北啊，在这个方位啊。那然后我拿一个小磁针，它会指哪儿呢？会指向这个地磁北极，对吧？那现在我想让它指向地理北极那我就得让它偏转一个角度啊，这个角度就叫做磁偏角。 也就是说，这个地磁北极和地理北极之间的这个夹角啊，注意啊，这个角度是因地点和时间而变化的啊。那因地点而变化，这个好理解了。为什么还因时间而变化呢？因为地磁南北极和我们真正的这个南北极啊，它都不是啊固定不变的。像上期我们说了，这个地磁场的成因啊，主要就是因为说这个地核内部啊的这个熔融态的物质它运动导致的啊。那这种运动这是很随机的。 而且啊，这个地球的自转轴呢，也是存在一些变化啊，因为会受到像这个呃钱德勒摆动啊和一些这个受迫摆动的这个影响啊，因此我们说它们都存在极移现象啊。但是相对来说，这个地磁的南北极它的移动呢，这个速度会更快一些啊，大概每天就会移动二十米左右啊，甚至还可能会完全的逆转，也就是说这个地磁的南北极它可能会对调啊。 而自转的南北极呢，大概从一九零零年啊到现在，也就移动了二十米左右啊，就是相对来说还是很稳定的啊，这就是它俩呃明显的不同。那有了这个磁偏角啊，指南针就可以指到真正的南北了啊，我们叫真南真北啊。所以现在你像很多的这个电子的指南针功能啊，实际上它都是经过这个磁偏角修正的。 但是你一定要开通这个定位权限啊！那因为我刚才我们说了，就是不同位置它的磁偏角呢，呃，是不一样的，对吧？呃，也有的指南针呢，它会默认显示的是磁北啊，就是不经过这个磁偏角修正了啊。所以你可能总会感觉就是，哎，我的指南针怎么好像总有点误差呢？哈，那你应该可以在这个设置里边啊，找到这样一个选项，叫做使用真北。 打开之后，哎，就经过这个磁偏角修正了啊。呃，另外一些像机械的这个指南针啊，它可能就需要手动去调整这个磁偏角了，或者呢，呃，你可以在这个网上啊查找到当地的磁片角，然后再自行的进行换算啊，也是可以的。你比如说我这里啊，此时此刻的磁边角就是七度多啊。那这样啊，通过这个指南针呢，我们就可以知道真北的方向了啊。那说到这儿啊，这个较真的同学可能又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根据啊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这个原理，那小磁针北极指的不应该是地磁场的这个南极吗？对啊，十分正确。因此，关于这个南北极啊，现在我们已经说了三套标准了啊。一套是地理南北极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真南北；一套呢是地磁南北极啊，就是约定俗成的，这是为了方便的。因此，这个呢也是这种地理属性的。另外一个就是在物理上的。 这个从磁性划分的啊地磁场的南北极，这后两者呢方向刚好是相反啊。呃，这里可能有点绕啊。总结一下，就是说，在物理上啊，我们说地磁场的南北极，其实刚好是和通常意义上我们说这个南北啊是相反的。而在地理上定义南北呢，我们有两种方式啊，一种就是地磁北极，另外一种呢就是自转北极。这二者离得近，但是啊，它不是同一个点啊。 好吧，希望现在啊各位会使用指南针了啊。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我是王秘书，一个教职理工男，咱们下期见，拜拜。